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 Carmen Lo Gaming for ATR Outworld Studios。 你们估下我在马场镇见到什么，就不是这辆车了。现在呢，新现代的狗卡，现代的 Outtrend， 好吧，我最喜欢的天狗啊，1225啊。不过这个应该是河中流村，就拍不到那么多，因为隔狗卡现代 Outtrend 遮住了。就會拍在度，係啦，咁埋變咗一步，咁呢度就馬場站，大埔墟嘅列車要等長20分鐘先有車，咁我咧就會嚟呢度去搭呢部3分鐘嘅紅磡12卡列車啦。咁呢度就係馬場站啦，12卡車，咁就先馬。咁呢度咧就係吐露港公路，嗰邊就馬場。哇，好，係咁先。记得 like a book pay follow into 关抖音主持做明博三明博加埋 bell 天天当当地接收的所有的通知，那你就不会错过的最新影片动态啦。好，先走个同学班大家啊，虽然已经离开了东铁线，但估唔到佢喺東鐵線嘅碼頭唔見我哋啊！先走，好，拜，我哋嗰一下一步已經再見。